你现在想象我现在在床上躺着，想象我在床上躺着，我是这样子躺着的，就是我们昨天是这样子躺着看电视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看电视。他说：“老婆，我给你表演个东西，老婆，看我看我，我给你表演个节目。”就是悄咪咪的走到他的后面，啊，做一些就是唯美的画面，啊，就是那种老公在洗碗，我在后面环抱上了他，然后想，然后他说，想要的画面是，不是你先环抱着我，你是我在洗碗，你环抱着我，啊不，回来了，我洗完碗就给你啊。甜蜜的刀，哎呀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实际上呢，小跳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拿花？不是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无影脚。实际上你，比如说你就是环着我，好，你准备还我，准备还我的洗碗。哼，又来了！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又下来了。你吓死我了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的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啊，哎呦吓死我了，哎呦，完全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很唯美的感觉。对啊，铁们啊，但是我还是就是震撼，我就是环抱着他，就是这样环抱着他，
吓死我了。Later， 我是他。你要摸一下。别碰我！你不许碰我！这是你我来，我哪有这样？老铁，纯是胡说八道！我有可能碰成这样吗？你不让我摸摸？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，来 ，OK， 来正经的给大家演示。那不摸不摸？走开！你看电视，看电视，紧不看。生气，不让我摸。身体咋的呀？身体咋的？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走开！老哥儿，哎呀，老哥儿，你摸起来，谁跟你摸？外面有个灯塔把我抓走了！哎呦！哎呦，我脑袋心疼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谁呀？哎呀妈，太神奇了！你看到了吗，老铁？只有这么大面饼，它这么大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家就这只有一口那个小锅，只有一个那个小锅。我们就是说，我就是把那两个面饼放进去，它就已经满了。因为盐出不进，真的是因为那个面，哎，对面多，它面太多了，我煮了两包。我当时想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你就是煮七天，其实也可以加水。如果你觉得面太多，也可以就是搞一点水放。我放了，然后呢？又干了，又干了，然后你就不放了，你就这样吧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拿它当干拌面吃嘛，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里面我加了好多东西呢，我里面我还加了肥牛卷，我还加了，还搞了鸡蛋。很有营养了，啊，是这样啊，都外面太大了，其实要煎一下就直接泡。不是，我买的不是那种盒装的，我买的是袋装的。对，不过我看到有一个宿舍就是把那个袋子给放。对，是念的错，是多不懂事，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主要一锅它受热比较多，差不多面泡进去的话，也还特别小，但是它可能就是我看是特别小的锅。
那个火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那糖心蛋不是我做的。糖心蛋不是我做的，哎，夸错人了吧？哎，拍马屁拍到马屁。高情商糖心蛋，低情商没收。哎，可是糖心蛋很好吃。看我以前的视频，我现在是。